调节推掉 T 前后。这个里面也可以调，这个螺纹松紧，我把它松下来。这个螺丝怎么？这个顺时针是啊，这个它刺了点，这个里面可以调，然后上面的孔，我来看一下。哎，就这样的孔，那你敲的时候要按照这个孔敲。这个螺丝对应这两个孔，
靠近点看，这个好了。